今天我们来学习罗大佑的《追梦人》这首歌的吉他弹唱，五个初级和弦加一个简单的右手指法就可以弹唱这首歌，非常适合吉他初学者。这首歌是4/4拍的节奏，整首歌我们不采用扫弦，只需要用到新手朋友经常练习也是最简单的4/4拍分解指法，那就是跟3 2 3 1 3 2 3。谱子上面有少部分两拍的节奏，我们只需要弹跟3 2 3。然后左手部分用到的和弦也非常简单，一共五个初级和弦，没有大横按，它们分别是 AM、EM、G、C 还有 FM7。 接下来呢，我加上左手的和弦，结合右手的分解指法，把谱子的前几个小节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。这首歌我用的是 C 调指法，男生弹唱不用加变调夹，女生弹唱变调夹可以加到4品或者5品。接下来呢，我按照下方的吉他谱把《追梦人》这首歌的简单版吉他弹唱给大家从头到尾完整的示范一下。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